哦，机甲萝莉一直以来呢都是龟玩家们的喜爱哟。但是这次不但不是萝莉，还是一个脾气火爆的大姐头。由3D Realms 所推出的全新动作RPG《重炮罗刹》，就是一款充斥各种爆破场面的火爆游戏。赶快跟我一起来看看吧！ 全新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Bombshell 重炮罗刹即将在11月底推出，玩家将扮演拥有机械手背的女战士，以四大行星作为舞台与外星生物展开作战。游戏中将有多种不同性能的机械手背供玩家挑选。游戏采用双摇杆式操控射击，透过俯视角度进行游戏，玩家可释放多样攻击技能与远程重装火力，并可进入子弹时间切换不同攻击方式。作为一款结合妹子的重装武力双类比射击游戏 ，Bombshell 重炮罗刹也即将在月底和玩家们见面，喜爱这类游戏的玩家们，千万别错过喽！